4XC 系列金像显微镜安装与使用。金像显微镜的安装，安装三目观察筒，并锁紧紧固螺钉，取下观察筒上的防尘盖，将目镜插入到目镜筒内，安装目镜，安装在雾台板，注意正反面，拧上压片夹，将灯箱对准显微镜主机卡口，并拧紧紧固螺钉，对准卡口，将灯箱连接线与主机连接，并拧紧，插上绿色片，取下电子目镜上的防尘盖，对准卡口位置安装适配镜接口，并拧紧紧固螺钉，将摄像装置与适配镜接口连接，并拧紧，插上摄像装置数据线，另一端与电脑连接。各部件功能介绍：目镜、观察筒、观察摄像功能切换推杆、压片夹、水滴型载物台板、载物台、粗度调焦手轮、微动调焦手轮、线位手柄、台面纵向移动手轮、台面横向移动手轮、物镜转换器、物镜、市场光栏调节手柄，可限制进入聚光镜的光束直径。孔径光栏调节手柄，决定了照明系统的数值孔径。绿色片，可使图像的背景光线更加适宜，以提高图像的衬度。聚光镜调节手柄、灯箱、灯泡横向调节旋钮、灯泡纵向调节旋钮、亮度调节旋钮，用于调节灯光亮度。电源开关、适配镜接口、摄像装置、金像显微镜的使用。接通电源后，打开电源开关，调整好灯光亮度，将金像式样放置到载物台上，背检测面朝下，调整粗调或微调，将图像调清晰，并移动平台找到合适的市场。查摄影功能切换推杆拉出，电脑上有展现金像。